《无量寿经》科注第四回学习班，第一百零五集，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日，香港佛陀教育协会。尊者师父上人慈悲，诸位善知识慈悲，阿弥陀佛。弟子之前写过一篇报告，涉耳谛听，表达的不够充分。 今天这篇作为补充，题目是“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”，讲理论。一大势之菩萨所传“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”，念佛圆通章最后，大势之菩萨总结性的回答：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。 思维第一，应主解释说：“这是大势之菩萨用来教化九法界一切众生的方法，实在是三根普披，有利无弊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唯得三昧之第一妙法。如此念之，绝有净念长存，妄念全无之一日。净念若能常常相继。” 便可浅得一心不乱，深则得念佛三昧矣。印主曾经做过一首《大师之菩萨相赞》，孺子一母勤念佛，都是六根耳听者。若一大事此开示，因心各得气果决。这首赞把念佛最切要之妙法和盘托出，毫无保留。二。 印光大师所传十念计数，涉耳谛听。一印光大师原话文抄中有五段话，这五段话不是一起出现，但是把它们摆在一起，连贯起来看，有内在的关联。第一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乃以比，被觉合成之生灭，转而为。 被成何觉之生灭，以其正于不生不灭之真如佛性也。今人若不都舍六根，净念相继念佛，绝无实证之希望。第二，大师之谓，都舍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思为第一。立根则不虚论。若无备之顿根，舍此实念计数之法。 欲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大难大难。第三光自称，近来得一摄心念佛方法，指实念计数法。若已成片，故不虚此；若未成片，此法实亦为例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当以此为前方便。第四《楞严经》。 大师子圆通，张云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思维第一。即是摄耳谛听之法，当以此而念，不至仍旧妄想纷飞耳。第五，当念佛时，或生或默，均须摄耳谛听，不令一字一句滑口念过。大师子菩萨，所谓都摄六根。 净念相继者，即此随念随听之意法也。果依此说，决定往生；若或讨巧，定成大桌自误误人，害其有极。二、解读印光大师的话，对照一、第一这一段是讲都是六根念佛的重要性。为什么要都是六根？因为末法的我们。 如果不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念佛，绝对没有实证的希望。印祖用双重否定的语气，并且加了一个“绝”字，绝对斩钉截铁，以及必须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念佛才能实证。那么，如何才能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？第二，印祖谦虚。 把他自己与我们列在一起，像我们这样的顿根，舍弃十念计数法，而要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则大难大难。用重复的语气，大难大难，有很大的难度，几乎不可能。以及我们想要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不用十念计数法就做不到。 能够做得到的，能够下手的，只有用十念计数法。这个十念计数法，不是古人提倡的十念，而是印主发明的十念。后面再谈。第三，十念计数法是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的前方便。如果你已经功夫成片，固然不虚此法；如果你功夫还未成片， 那么这个方法实在容易得力，你不妨试一试。第四，都是六根静念相继，即是设耳谛听之法。自己的耳朵认认真真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都是六根入手在听，听即都是六根之法。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用之，皆有益而无弊。 凡一切人，皆以谛听告知。第五大势至菩萨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即是随念随听，依此开示去念佛，决定往生。印主为什么来这个世间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得很清楚：今于此界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。按理来说，念佛人。 归于净土是必然的，理所当然，何必还要麻烦大势至菩萨来设呢？原因是，万修万人去，变成万修二三人去，念佛人不能归净土的太多太多。因此，大势至菩萨来到世间，告诉我们念佛的方法。三归纳，以上印主无断开示。 可以写成一个简单的公式：都是六根等于十念计数加舍尔谛听。这个公式是印光大师传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以十念计数法为基础，再加上舍尔谛听，保证能够都是六根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是得念佛三昧的第一妙法。 他老人家这样教我们，他自己也是这样念。祖师绝对不会教给我们做不到的方法。在浓缩，简单来说，念佛就两个要点：一个数，一个听。人人都能做到，不识字的人也能做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些人试验之后说：“我也实念技术 我也设耳谛听，可我怎么不兜是六根？我还是妄念纷飞。理论弄通了，下面谈谈实践。实践一、实践一实念技数法，如或游泳忘波，即用实念技数，则全新力量施于一生佛号，虽欲起望，力不暇及。此设心念佛之究竟妙法。 在西红净土者，尚未谈及；以人根上立，不须如此，便能归依故耳。印光以心难制服，方识此法之妙。盖屡氏屡验，非率尔一说，愿与天下后世顿根者共之，令万修万人去耳。印祖的十念计数法知名度很广。 基本上念佛的人都知道三三四，得到受用的人很多，得不到受用的人也很多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把十念计数法的要点再重温一遍。一，所谓十念计数者，当念佛时，从一句至十句，须念得分明，仍须记得分明，至十句已，又须从一句。 至十句念，不可二十、三十，十句十句为一个单位记。二随念随记，不可掐珠，唯凭心记。若十句直记为难，或分为两气，则从一至五，从六至十；若又费力，当从一至三，从四至六，从七至十。 做三气念，通常所说的三三四或五五，心理技术记得清清楚楚。三，念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妄念无处着脚，一心不乱，久当自得耳。阿弥陀佛这四个字，字字句句都要落实，三个清清楚楚。如果用十念计数法。 收不到效果，那么就是这三个清楚落实不到位，要么是数得不够清楚，要么是听得不够清楚。当然，你不要急，夏老教导我们，磨杵作针，岂是战磨之力？功夫用软磨，不要练几天不见效就放弃。滴水穿石，不是滴几滴。 石头就穿了。功夫用至省力处，正是得力处。四，此之十念与成朝十念设望则同，用功大异。成朝十念，尽一口气为一念，不论佛数多少，此以一句佛为一念，比为成朝十念则可。若二十、三十，则伤气成病。 此则念一句佛心之一句，念十句佛心之十句，从一至十，从一至十，众日念数万，皆如是计。就算每天念佛十万声，也是十句十句数。五，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，乃极浅极深、极小极大之不思议法，但当养性佛言，切勿。 以己见不及，遂生疑惑，至多结善根，由之终上，不能就近亲获实益，为可哀也。这个十念计数法虽是印光大师发明的，但是他有依据。印祖自己透露，这是借用佛所说的五庭心观中的数息观来数佛，所以他说：“但当养性佛言。” 这个十念计数法也等同佛说。二，设耳谛听，念佛时，常听自己念佛音声，即是都是六根之下手处。类似这样，关于都是六根的开示，在文抄中出现了太多次，这是祖师的慈悲。重要的问题必须多次重复，不重复。 引不起我们的重视。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是六根，即是舍耳谛听。原来如此，大势至菩萨没有细讲，印主把它详详细细讲清楚了。原本以为都是六根，高不可攀，望尘莫及，但是印主把切实下手的地方给我们道破了：舍耳谛听。 这个人人都可以做到，就是自念自听，随念随听，用自己的耳朵，认认真真听自己念佛的声音。是知举重物者，尚需以身相助，况欲摄心以正三昧者乎？闻性本具圆通常，动静物昧总昭彰。若能反闻闻自性。 娑婆当处即极,极光，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说：“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因闻。”夏老居士直接解释为：“此方真教体，大要在心听。念来自句用心听，自幻自醒还自应，互融互摄以心听。听久转凡能入圣，用心听。” 就是用耳听，欲修念佛三昧，先修耳根，耳根一色，诸根无由外驰，数可速之一心不乱，即是以大师至都是六根之法门，修观世音反闻自心之功夫。念佛之人不知色心，欲念欲生妄想，若能色心，方可谓为真念佛人。 摄心念佛，为决定不义之道；而摄心之法，为反闻最为第一。念佛之时，必须摄耳谛听，一字一句，勿令空过。久而久之，身心归一，听之一法，使念佛要法。无论何人，均有利无弊，功德甚深。欲兜摄六根，只常听自念之佛声，则得之矣。 自念自听就能都是六根，有这么神奇吗？有人打个问号，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其他的都听不见，不可能吧？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，从这个例子去体会，就明白可能，在一个很热闹的场合，朋友聚在一起说说笑笑，这时你的手机突然响了。 你接起电话，精神全部集中在听电话对方说什么。这个时候，在你身边吵吵闹闹的声音，你是不是听不见？因为你的听力全神贯注在听电话对方。同样道理，当你的听力全神贯注在听自己念佛的声音上时，外界的音声是不是听不见？ 那么，还能听见外界的声音，说明我们听自己念佛的声音还听得不够专注，不够集中精神。夏劳说：“千万句如一句时，何愁不见弥陀面？听千句万句佛号，如同听一句时，听得真真切切。”那么，如何加强听力呢？三，并耳念佛法。 十念技术与视尔谛听的结合，印光大师的十念技术法和视尔谛听实践起来还是有点生疏，不懂得如何去听自己的念佛声。阿弥陀佛真是慈悲，有感必有应。当年我在《净土圣贤录》看到绿玉行老法师的病耳念佛法，感觉就像在沙漠中找到了水。 如获至宝，绿老的病耳念佛法，把印祖的十念计数法与设尔谛听结合起来，具体化、明确化，让我们更容易落实。绿老是军人出身，半路出家，念佛二十多年，欲知实志，自在往生。他教我们的方法是病耳，即是把两个耳根的听力集中用在。 一个耳根上，依据是射击瞄准的时候闭一眼，睁一眼，以加强视力。那么听力亦复如是，侧耳谛听。如果你觉得两耳同时谛听有困难，那么不妨试试绿脑的办法，用一个耳朵专注去听。先将右耳听力做一，并在左耳听一百声。 再将左耳听力，并在右耳听一百声，然后两耳平均听一百声。注：不管百声、千声，都要十句十句记，或者设心计数，初三声注入左耳，次三声注入右耳，再四声二耳一起听，共为十声，循环练习，日久自成习惯。 自己念佛的声音是什么样？可以从这个动作体会一下。你口里出声念佛，用双手捂住耳朵，这时你所听到的声音就是你自己的声音。声音往里听，向内听，注意力向内，不要向外听，不要听外面的，叫反文。有人问我念佛怎样念才能摄心？我说。 用耳朵念，左耳念内的用右耳，右耳念内的用左耳，意思是用耳朵听，两只耳朵轮流听。我本人长期是独耳听，尤其是在嘈杂的场合，独耳更能专注，因为我是左撇子，习惯了用左耳念佛，默念默听，左撇的人。 左边器官比较伶俐，右撇的人右边器官比较伶俐。四声默俱听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设尔谛听并不是念出声才能听得见，出声默念都要设尔谛听。刚开始学设尔谛听不习惯，不能一下子默念，先出声念，听自己念佛的声音。起初。 会觉得别扭，正听反听就是无从下手。你可以借助 M P 三录你自己念佛的声音，五五或三三四，单独念佛拜佛绕佛的时候，把耳机插在耳朵上，可以插一耳，也可以插两耳，用这种方法反复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听一段时间比较适应了。 就不用 N P 三，从出生慢慢过渡到默念，最终以金刚念默念为主，才不致伤气治病。我们看印主的几段相关开示：一、礼拜不需出生，但心里念；绕念当出生，不可因声太大，以免伤气；坐念不昏沉，则默念；昏沉。 则朗念。二、念佛须音声高低适中，缓急合宜。若高声如赶贼之猛烈，使则心火上炎，或致吐血，已成不治之病。三、若朗念无碍者，宜于特行念佛仪鬼时朗念。然只可听其自然，不可过为大声。过为大声。 或致伤气受病。四、念佛以小声念念，默念念，不可一味大声着力念，否则必致受病。当尽心尽念，勿着急念。念佛要拼命念，但不要拼命喊。有人一进念佛堂就大声唱喊，他觉得那样心情很舒畅，喊完出来。 喉咙又痛又伤气，人体本身是个音箱，除非你懂点声乐，你懂得胸腔共鸣、腹腔共鸣等等。我见过唱歌的人，他用头腔共鸣，唱歌的声音从头腔发出来。你会运用丹田气，刚出生的婴儿，他夜晚哭喊几个小时，声音都不会哑。 因为他用丹田气，不是用喉咙，你怎么喊都不会累，不会哑，那可以。否则要学着小声念、金刚念、默念，这样才不会伤气。特别要提出来的，如果你是闭关进修，或是打精进佛七，整天念佛，天天念佛，譬如现在流行十天念百万佛号。 那么你更要学会金刚念默念，除特行念佛外，若终日常念，故以小声念；金刚念默念，以朗声常念，必至于伤气，未正法身，必须调停得中，方可为益无损耳。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你整天念佛，那么用你平时说话的声音念，已经太大声了。 念佛随个人气力大小，而为大声、小声。然出生念久伤气，故又需静坐默念。无论大声、小声默念，总要自己听自己的佛声。默念中一人有声，故亦须听。能常听，心自归一，此念佛最妙之法也。有人说。 我出生才会念，默念不会念，这个不算会念佛。请问，临终四大分离、痛苦不堪的时候，你能出声念吗？还唱得出来吗？我们平时就要培养默念的习惯，任何场合、任何时候都可以默念，默默念，默默听。有人念佛时喜欢闭起眼睛。 在脑海中想“阿弥陀佛”四个字，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听。印主说：“念佛闭目，易入昏沉；若不善用心，或有魔镜。但眼皮垂帘，即所谓如佛像之木然，则心变沉潜，不浮动，亦不生头火。合目亦是治病之本。以后但不他事。” 切勿和睦，平常念佛，绝不可过为太急，急则伤气；伤气则祸至震动，亦不可过慢，过慢气接不住，亦致伤气。有人问我，大众念佛堂播哪个符号好？我认为播净空老法师念佛的符号最好，这个符号最摄心，有快念。 有慢念，绕佛用慢念，大家跟随老法师的声音，一字一步，专注听老法师的符号，也可以跟着念。静坐用快念，设耳谛听。念佛没必要唱念，印祖自己说，光绝未学唱念。现在外面有很多声调的符号，有的把阿弥陀佛当成歌曲。 唱得很动听，很抒情，但这个与了生死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不是真性切愿。念佛的关键是摄心，不是动听。有些人喜欢热闹，一群人到处跑道场、打佛七、办法会，大家在一起念，他能念；回到家让他自己念，他念不下去。这个不是真念佛人。 他的心静不下来，喜欢一群人凑在一起做场面行持，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。出了念佛堂不会念，这样念佛能不能往生，自己要多多想一想。真会念佛的人，他不单是大众在一起能念，自己独处的时候也能念。真会念佛的人。 他不单顺境能念，逆境更能念。像祖师说的，平时没事就雄心壮志、高谈阔论、念佛求生净土；一遇到不顺心的事，就把阿弥陀佛抛到九霄云外。我们大多如此。丙结语：古人云，“三十年闻水声，不转一根；当政观音圆通。” 憨山大师修行的时候，溪上有独木桥，大师日日坐立其上，出则水声宛然。久之，动念即闻，不动即不闻。一日坐桥上，忽然忘声，则音声即然。自此，众想皆极，不复为扰矣。那一年，大师三十岁。印光大师说：“无人果能。” 据真性切愿，如子一母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而念，即是以事智反念念自性，观音反闻文字性，两重功夫融于一心，念如来万德洪明，久而久之，则集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，所谓以果地觉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缘也。 大师子菩萨传的念佛秘诀，简简单单,单只八个字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。印光大师把落实这八个字的方法跟我们讲清楚了，人人可以做到。就两个关键，一个数，一个听。数十句，十句数；听专专注注听。不管数还是听，都必须清清楚楚。 立即功存，久久存纯熟。若只偶尔念一句、两句便欲见效，则是自欺欺人，或是数得不够清晰，或是听得不够清晰、不够专注，所以无济于事。按照祖师的教导去做，久了，就像师傅上人所说的，只听见自己念佛的声音，外面任何的声音都听不见。 应该慢慢就能品尝到念佛的乐趣，像印主所说的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反念念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其为乐也，莫能喻焉。念佛之乐，唯真念佛者自知。海贤老和尚，历代念佛的诸位大善知识，他们的佛号为什么昼夜不间断？因为人家。 早已尝到念佛的乐趣，欲罢不能。这份报告供养初学的同修作为参考。我们功夫还不得力的，都属于初学；功夫已经得力的，自然没必要再去数佛号了。心里佛号不会断，计数掐珠这些都只是形式。印主一生极力提倡实念计数法。 晚年却自述：“今老矣，念佛不计数，以计数费力故。”这显然是他老人家念佛功夫已经纯熟。这份报告汇报的是念佛的方法，最根本的不能忘记是真信切愿，想办法让自己生死心切，想办法让自己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。 真性切愿，才能生得起来，这是往生的决定因素。错误之处，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善知识批评指正，不吝赐教。阿弥陀佛，不孝弟子世子了叩成。